解。你刚才不是玩的挺嗨的吗？紧张的，什么？
어, 보자. 하이. 하이, 무섭다, 뭐. 괜찮으셔. 많이 편해요. 많이 편해요. 看着什么这么可爱呀？你不是让我出来哄你一下你好了吗？差不多的。什么叫差不多的？我说了，你今天要不哄我的话，就一辈子不理你了。不理我了？嗯。我不是哄你了吗？这叫哄啊！我怎么那么好哄呢？刚才刚说完我好哄，凭什么呀？我现在就不好哄了。那你想着咋的了？我要吃冻酸奶。没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开心了吧？我要吃盐酥鸡。你是不是得寸进尺？你要喝想喝碳酸饮料、冰红茶是不是？我要喝鲜榨果汁。给我买个西瓜汁，给我买一个冻酸奶，再给我买个盐酥鸡，就原谅你，能做到吗？能。行吧，原谅你。好，我们现在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好可爱呀！这是谁送的？粉丝送的。送谁的？这是？咱俩一人个呀。给谁的？给梦想的，给我儿子的，给我儿子，给我女儿的，这是儿子的，成真我估计是你。我生气了，又咋的了？刚刚不是哄好了吗？怎么这么难哄？这么难哄？我也有点慌张的气。不是刚刚哄好了吗？突然加戏了呢。突然就不知道莫名来了一股气，是梦想和成真来的气。突然开始叹气了，有点慌张。他说他腻了，天天看我这样，他腻了。腻了？腻他了？七年之痒。我啥时候说的？七年之痒。你们痒了？不是你，我想知道你们刚才都是聋吗？我啥时候说我说过话吗？我以为在房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。在房里说的呀，他是在房里生气的呀。他那天在那个轨道边上走，他是不是说他腻了？哦，是。是不是他说他宠你宠腻了？能不能听明白话呀你？就是他换一种方式打我吗？你想要那种，他可以给你那种，是吧，少爷？并没有，不接我这茬儿。因为他做不到啊，他就气我能做到。有，没事，他有一套。我给你拿。可色情了屁股！你要用是吗？不是，我给你弄啊。因为那个桃特别色情。说呗，太油了，你咋那么多、啊？老手，干嘛？老手是吗？行，说你以后别碰我手。我说呀、啊，咱们就看你抹这个护手霜，这感觉一看就是个总抹护手霜的老手，你懂不懂？能不能听妹妹话呀？抹护手霜还分老派和新派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有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他抹的时候就很矫情，这样一点什么的，但是这才是老手。但是你夸一弄，夸夸，哎，两边一撮合，就感觉完美的贴合在你手上，就一看就是个老手。被说服了吗？没有，太扯。这种，哎，你怎么离我那么近啊？我今天没化妆。看不出来。可是你没化妆也很好看呀！天哪。这也差不多。哎，我就怀疑起那天晚上玩那个。那个干瞪眼啊，稀里黄，干瞪眼，买个扑克好吗？咱们今天下楼买个扑克。咱们今天这样，你那手霜能往脸上整吗？不一个东西，不一个品种。那我摸完别的，我往脸上，我没看你滋哇的。手霜是木，别的是再往脸上抹是抹啥？别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下来。去大悦城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悄悄话？我、这么快就哄好了。小姨，你看，好看。又给他撩我。你别老瞅谁都气儿不顺，你怎么回事？
他那个眼神撇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今天他现在我跟你说，给他惯的，大家都给他惯的都宠着他，这家伙的，瞅谁都不顺眼了，还。他还说他在我们公司地位最低，明明就是至高无上的小。我把你这样好看吗？好看，小公主。可以，你等会就戴着呗，挺好看的。戴着吧。你把它翻下来，就很那个，就很 show me the money， 就是很 swag， 好吧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28号那个上海，接下来要是我的小垃圾，所以呢，我拿回家走，把你们拿回去了。If somebody loves me, 난 그걸로 만족해. 내 걱정 안 해도 돼, 난 괜찮아, okay. 너무 애쓰지 않아도 돼, 나중에 후회 없게, yeah, yeah. 아주 잠시라도 난 날 위해 맘 놓을게. 이제 막 편히, 편히.